计水饺的图案这样子啊。啊，你不是说要放剧照，所以我们就设计剧照这样子啊。啊，下面就是为了要可爱，就是拍一个照，然后去背这样啊。OK 好，我就让你们自己讲嘛，哈，不要我再帮你们讲，我是因为我训练一下这个。